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食食攻略》，我系食食特工 Mavis。今日带大家嚟到尖沙咀食铁板烧，唔是白点蚊就有鸡翼添啊！即刻睇睇有咩食啦。餐厅主打西日 fusion 铁板烧，是用日本直送空运食材。唔是套餐好抵食，180就可以叹到大虾拼肉眼薄烧，仲包括埋沙律、白饭、甜品同埋汤。海鲜控可以试一试蟹膏、蟹肉、黑蟹子苦饭，份量十足。想丰富一啲，不如试下晚市嘅金赏米泽和牛铁板套餐啦。最吸引嘅莫过于两款厚切同埋薄切嘅和牛，薄烧搭配微甜嘅寿喜烧汁，而厚烧就更加有口感。